上课了，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OK。哎，谢谢，弟弟你一个人来啊？没有，我跟家人来。哈，OK。啊，你坐对位置，那是村长的位置耶。今天没有，你坐，没关系，开玩笑的哈。大家好，我是村长。我是村长。OK。哎，可见今天大家没有淋到雨哈。恭喜各位，那铁花村呢，今天是周末，今天安排了非常好的一个乐团，叫慢慢说啊乐团，那他们巡回到台东，那今天呢，他们带来他们很好听的歌，也有贩卖他们自己的专辑了，对，待会呢，如果你要买的话，是在演出之后呢，才到这边哈，这边一个小吧台在这里，那我们今天呢，不会有中场休息。我就会一次就到底这样子，到底会到几点？9:30、10:00也说不定了。那有买的朋友呢？有买CD还有周边产品的朋友，就会结束之后他会在这里帮大家签名。那待会演出当中呢，现场在座位上大家就不要抽烟哈。你如果想要换个空气的话啊，那边有个火炉啊，那边你可以在那边啊，你就在那边换啊，就是这个什么换氧的啊的。东西在那边哈，小孩子很多哈，你在那边一次啊抽5根10根都没有关系哈，那边是合法的。那我们今天呢也推了这个村长的肉，不过村长今天不烤肉，不过是村长处理的肉啊，也一样好吃。那厕所在后面啊，你是厕所男称厕所。那今天呢，这门票有兑换一杯3种饮料哈，集中换一杯。那演出当中这时候呢，大家趁这个时候。大家就去换饮料，但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就不换了哦。那要你如果要吃烤肉的话，你先买票哈，买肉票，然后再去那边，那边就等着，那边绑票就好了。那待会演出当中，各位你如果要离开车离位置的时候，希望在第一首歌唱完之后再离开哈，因为还在唱的时候，大家都还在位置上很专心，不要。一首歌唱完之后，你再离开，我再去走动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好乖哦，弟弟声音特别大，要不要吃烤肉？不要。不要哦，还好。你那么乖，不喜欢花爸爸妈妈的钱，好哎。好。OK， 那我们要不要讲心事？现在。好，那各位那个，待会呢，你可以拍照哈，可以拍照，不要用闪光灯好吗？好不好？那个这个灯都可以照得到他们，就是你们看村长，可以看得到村长嘛哈，就不用闪光灯哈。那最后呢，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旅途平安。那现在我们掌声，慢慢说乐团。